还不快走，今天倒霉透了！老子耳朵都伤了，还想叫老子更倒霉？快走，快走！快点！过去看看，前方何人？保护大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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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
斩获白义士，洛阳丐帮分舵被袭，死伤惨重。钦差胡大人在奉旨回京的路上遇刺重伤，接连这两起血案轰动了朝野，惊动了圣上。洛阳传来消息，此案和宁王有关。 宁王镇守西部，手握兵权，独挡一方，徒生这些事端，让圣上多了一份担忧。故本府派你二人，趁宁王寿宴之际，暗中查访，见机行事。不过，事实未能确定之前，万万不可轻易惊扰。大人，请尽管吩咐。 白义士，这次调你入案，是因为你和丐帮的关系一向很好，便于查案。圣上考虑齐全，给二位备了一封家信，你们可面呈宁王。 遵命。改兄，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热闹的上元节了。 现在看来啊，这洛阳丐帮的血案根本没有影响。
这洛阳城中的生活呀，一样繁华，宁王有功啊。是啊，圣上英明，包大人细心，没有按照洛阳的消息贸然行事。咱们这次出行，我还有别的任务要完成。宁王这边，武帝你要费心了。改兄，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人在府衙，身不由己，我倒是羡慕你，自由潇洒。谁让你是官府的人呢？等事情办完以后。 我会马上回来和你会合。放心吧，此次帮助丐帮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只是我欠丐帮太多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早就带着柳燕呢去西域了。这次行动，你没告诉他？他一直以为我们是要到洛阳会合故友的。这宁王的生辰可真是喜庆啊！看来他老人家也是个爱热闹的人，好武，也懂得知恩为善，真是个难得的好王爷。 哎，去那边看看，走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招呼着，招呼着，恭喜恭喜！哎，这是陈府的记住了啊！哎呀，这是李府的，恭喜恭喜！李府的记住了，恭喜恭喜！哎呦，几位小爷里边请，里边请！哎呀，里边请！哎，请请请，子孝父尊，子孝父尊。 儿金钗，儿木鱼，儿火狐，儿土豹，众父王千岁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平身吧。谢谢父王。尔等的心思，国王心领了。你们到后面，给你们的母亲请安去吧。得令。金钗，王爷答应见你叔叔了，你留下。 金亮，王爷，王爷，金亮见驾，叩见王爷千岁千岁千万岁。哎，一派胡言，平身吧。谢王爷。展昭白玉堂来了。 玉堂，这次可好了，今天终于来了。我要为我的弟弟报仇雪恨。你是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，还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？还有，你这耳朵怎么见人？我耳朵怎么了？不只是耳朵，还有你的符牌呢。我会偷回来的。让你去警告他一下，你倒好，搞出一堆人命，连钦差大臣也被你误伤了，还留下一堆证据。 还好今天父王心情好，不跟我们计较，不然我们一群人都被你连累了。每次行动都是我，大先锋，你们呢？出事之后都怪我。哼！来来来，几位请。好。哦，白御史，王爷。哎呀呀呀呀！华山一别，6年不见。 老夫可一直惦记着跟你过两招呢。王爷，当初初出江湖让王爷见笑了，早知道王爷见面就要跟我切磋的话，我就不跟斩护卫一起来了。哦，斩护卫失礼了。哎，王爷客气了。江湖儿女不拘礼节，王爷，我这次来是有圣上的手谕要交给您。哎，王爷不必多礼，圣上吩咐过，家信并非圣旨，毕竟是皇命嘛。 宁王千岁，寿比南山。免礼，平身一叙。王爷，家信和礼物都送到了，因展昭还有公务在身，必须马上返回京城交差，请王爷海涵。嗯，展护卫既然公务在身，那本王就是想留也留不住。不过，白御史一定要留下来，就住在本府。 不了，王爷，福来客栈的房间我已经订好了，晚上的寿宴我一定会来的。王爷，
我这次带武帝来，就是让他好好陪陪您的。也好，展辉一路顺风，白义士，咱们今晚不醉不归。好，一切听从王爷的安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嗯。啊！哎呦！ 哎呀，武帝，柳姑娘别来无恙啊！天童长老好。现在该叫帮主了。叫顺嘴了。哎呀，什么帮主不帮主的？天童长老叫的我就很舒服嘛。我这个帮主啊，也是个穷帮主，只能在这个客栈备了一点薄酒，还一只叫花鸡招待你们了。天童帮主，有这只叫花鸡，您准备再多的菜，那都不叫菜了。还是柳姑娘嘴巴甜，我喜欢。哎。 那个展昭呢？哦，展护卫他有事先回京城了。啊，来，先坐啊，柳姑娘，请。哎呀，武帝啊，实不相瞒，洛阳分舵遭此劫呢，一定是有人事先安排好的。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恕有蒙会的土豹所为，他的落脚点我们已经查的是一清二楚，只不过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，还有待于商榷。所以，请武帝你不必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来的。不了了，不聊了啊！ 吃鸡啊！吃鸡！王爷，今日寿辰，皇恩泽备，豪杰云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你说的对呀，皇恩豪杰一个不少，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 是不是因为此番带来皇上亲笔信的是御前侍卫，而非往年的文官大臣？看来皇上对您镇守西北还是有所顾虑呀。府中四子，目前在西北各部独守一隅，羽翼丰满，已成内患。还有丐帮分舵被警告一事，牵连血盟会，白玉堂今天前来。 令丐帮有多了一个支持者，这白玉堂跟您虽说是忘年之交，可这些年在丐帮的帮助之下，追击血盟会，死咬不放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这种情况要是放在十年之前，本王何须顾虑，直接处置便可。是啊，目前小郡主尚在京中学艺，若王爷直接处理，又会。 投鼠忌器，只是这破解之法属下突然顿悟，白玉堂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我们有他，可以一石三鸟。一石三鸟？血盟会呢，做事一向是片甲不留，斩草除根。可是这回呢，他不但没有下死手，还留下了证据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！ 难道是杀鸡给猴看？这就奇怪了，血盟会改变了以往的行事作风，哼，有点意思。武帝啊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咱们这样。 等寿诞过后，咱们夜袭土豹的驻地，让血盟会感受一下失去驻地的滋味。嘿嘿，这个。
更好。哎，五弟啊，你的办法就是多啊！事成之后呢，我要跟你好好的喝两杯。来，大哥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滚！大哥，别，不要去，滚！我们丐帮向来以和为贵，从来不以牙还牙，但是今天这件事情例外，我们一定要严惩对方，以儆效尤。帮中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，等处理完之后我再与兄弟们会合，此次行动就由白少侠统领，白少侠就是本座。杀祖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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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祖茂。武力，柳姑娘，拜托了。帮主客气了。丐帮弟子听令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捣毁血盟会土豹的驻地，只求取胜，但绝不能伤人性命。听明白了吗？一切听从白少侠指挥。是。小心。你是谁？锦毛鼠白羽堂。哼，死耗子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土豹，我锦毛鼠白羽堂行走江湖，从不杀人。我跟你说明白，今天捣毁你的驻地是为了帮丐帮雪耻，也为了提醒你的幕后主使者不要乱来。你束手就擒吧。哼，白羽堂，你抓我弟弟杨天一，今天旧仇新账一起算。什么？杨天一是你弟弟？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拿命来！这就是你的一石三鸟，王爷息怒，属下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白玉堂他不按常理出牌呀。常理？哪那么多常理？我习武之人就没那么多常理。你要是再不行的话，我就直接派人把丐帮逐出西北。不管是白玉堂还是展昭，
谁敢阻拦？我见鬼杀鬼，我见佛灭佛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您若亲自出马，风险太大。且以现在的形势来看，这清除内患的计划已初见成效。你们这些人心如冰冷，土豹无论如何都是我的忠臣义士，他的死我心痛。王爷爱才之心天下皆知，只是这自古以来称大事者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得呀。接下来如何行事？这土豹被杀看似对我们不利，其实现在难题就在白玉堂那儿。我想这会儿白玉堂正在琢磨怎么向您交代。这血盟会是王爷旗下的组织，虽然是秘密的，但从白玉堂丐帮到展昭再到开封府乃至当今圣上，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。你的意思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对，静观其变。我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等，等下去就要出问题。王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江湖之道会宁王化解起来比较方便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回信。嗯，好一个江湖之道啊，不愧是包大人，用江湖的方法来化解庙堂之危，这是一步险棋，也是一步好棋啊。只是帮主那里要有损失了。哎呀，五弟呀，你多虑了。我们丐帮能有今天，那多亏了包大人和众兄弟的帮衬呐。啊，成大事者，岂能在乎这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呢？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西北的丐帮，跟血盟会之间那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和平相处。哎呀，为了大局，我们丐帮愿意让出一部分利益来。帮主大意，小弟敬佩。只是这宁王也是我敬重的前辈，也是王爷之中武学最好、脾气最直之人，他怎么一时走到这种地步呢？哎呀，五弟呀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环境在变，他身边的人物也在变啊。宁王为什么走到今天呢？他跟身边的那些人那是分不开的关系，那帮人背后哪个没有利益关系啊？所以这个事情才变得如此复杂起来。以杨天剑为首的那帮军师啊，抱团起来行事，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破解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没错，按照江湖的习惯，快意了断。先修书给宁王，明日约见和月楼相见，我要当面说服宁王。这就对了吧？来来来，你看看。鸿门宴，王爷，白玉堂敢给您摆鸿门宴，他这是赔罪酒。不管是鸿门宴还是什么赔罪酒，这白玉堂所说的江湖之道，倒是合我的脾气啊。这个江湖之道，会是我们大做文章的地方。大做文章？这个江湖之道，一定不是白玉堂的心思。我想。应该是在开封府的授意之下，白玉堂才敢这么说。即使是开封府的主意，那又当如何？我们可以顺水推舟，揭掉与丐帮的梁子，然后死磕白玉堂，
开封府既然拿白玉堂这个江湖人物来做文章，我们可以顺便除掉白玉堂。这比我们借丐帮来试探朝廷，显得更有力量，且代价更小。这么说，也不无道理。王爷，里边请。好。 王爷，请。好。白御史，你这是看不起本王的菜吗？啊，不敢不敢。王爷，玉堂自知道了洛阳以后，给您惹了不少的麻烦，所以略备薄酒，以示请罪啊。小事一桩，何罪之有啊？对王爷来说是小事，可是对玉堂来说。 乃是大事啊！这顿饭之后，玉堂是要登门赴京请罪的。严重了，你不是在信中说偶遇土豹，不知之前曾有过节吗？你就全当是替本王教训手下了。王爷大意，玉堂岂敢冒犯？只是此事关系到丐帮。帮主天通长老为了洛阳和西北江湖的安宁。 愿意退出三个分舵地盘与血盟会共勉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哦，天通长老真是大度啊！王爷过奖了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区区三个分舵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，血盟会如果真的接受三个分舵地盘的话，那叫不识大体。依本王看，丐帮洛阳分舵受损，血盟会土豹驻地被抄，两相扯平了吗？ 我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明，今后丐帮和血盟会再不做任何计较。我今天到此就是要和白御史、天通长老痛饮几杯。王爷英明，请。请。圣上的驾信要众位秦王前去东山祭祖，此去需要个十天半月。 这段时间，王府的事情就交由世子和管家来负责。血盟会的事情，我就全权交付于你了。属下一切听从王爷的安排。你跟随我已有10年，我做事的风格你最理解也最清楚。和月楼一会，丐帮、血盟会都清楚。接下来，如何按照江湖规矩来处置白玉堂？ 就看你接下来的运作了，属下一定不辜负王爷的重托。不要再搞什么一石三鸟，在我回来的时候，一石一鸟，只要把白玉堂打掉就好了。属下一定完成任务，静候王爷归来。 哎，五弟，柳姑娘，这一路西行，风沙难免会很大，这柳姑娘跟着你，难免要遭罪喽。你这么一说，会把柳姑娘吓坏了。我有那么胆小吗？看看，这就是柳燕的可爱之处，凡事啊，都这么喜欢较真儿。哎，五弟，要不这样，我派几个丐帮的弟子陪你们一同前行，路上好有个照应。不用了，你知道我的习惯的，我喜欢独来独往。 有柳燕陪着我，这江湖上再也没有能难得住我的事情了。哎，说的也是，有柳姑娘陪伴你啊，我呀也就放心多了。我要去江南处理一些事情，不知这次分别以后，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？江湖儿女，总有相见的那一天的。告辞。告辞。一路保重。这。
血盟会遭遇劫难，白玉堂乃罪魁祸首。十日之内剪除白玉堂霍启首继者，可接替血盟会总舵主之位。若十日未成，金木火三堂主自裁谢罪，如梦令下，立足虚发。 有时候我在想，当初我为什么要学武？为什么要步入江湖，生生死死，反反复复？我不想杀人，可是他们却因我而死。每一次我都不希望看到死亡，可是有时候，死亡又在所难免。就像现在，我和他们无怨无仇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可是他们，却是来要我的命的。 是谁？是血盟会。我也不是说好了吗？血盟会怎么会继续生事？我也觉得有问题。王爷说的是，血盟会与丐帮的事情聊了，却没有说和你我之间的事情聊了。这还真是江湖。血盟会的杀手历来不止一波，我们还需要早做准备才好。需不需要给丐帮发出求救信号？不用了。血盟会和丐帮的事情刚刚了结。 我不想再把丐帮卷进来了，到关键时候再说吧。好，走。 善哉善哉，别急着走啊！他们是不会来的。 来来往往自有定数，按规矩，咱们三个人是不能见面的。<笑>规矩，规矩都是放屁！你们谁没破坏过规矩？不是这个腔调，还能不能谈点正事儿？<笑>正事儿，特小。老胡，你到底想干啥？老子想干啥？你不知道还是谁不知道？大家都是心怀鬼胎，想争夺盟主的位置罢了。 你想错了。
我也想走。这与虎谋皮的事儿怎么谈？怎么谈？别忘了，如梦令上还有一句话：若十日之内不能杀掉白玉堂，我们堂主都要以死谢罪。嗯，我就不信了，那白玉堂也是人，怕他干什么？你不要忘了，鹧鸪鸟、屠龙会都是废在他的手里。你到底是哪头的？哪头的？你管得着吗？你行了。嗯。哎，都消消气。呦呦呦，这还没当上总舵主呢，腔调就变了。你，穆堂主的意思是我们联手一起干掉白玉堂？联手啊，那总得有个领头的吧？啊？好啊，按惯例，那就金钗在前了。没意见的话，就这么定了。干活。快吃吃，多吃点。客官里边请。也都是。下午的原先体力活。哎，上来着急的。客官里边请吧。请。好。来。多吃两口，快点吃啊！咱们客官里边坐吧。好嘞，要点时间。喝点水。哎呀，这一好嘞，赶不到钱的时候。过了化神，就能摆脱如梦令吗？不知道。先别说，赶紧走。如果走不掉的话，你不要管我。别说傻话了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有我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
五哥，就我们的丐帮弟子死了，还有今天在凉棚里死了那么多人，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因我而死，包括你受伤？五哥，你怎么这样想？我白玉堂行走江湖，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，看惯了生死。可是那些丐帮的兄弟们呢？他们有自己的父母、妻儿、同门好友，却偏偏因我而死。五哥，那我们一起隐退江湖如何？妹子，如果我们隐退江湖了，他们就白死了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一定要破了血盟会。血盟会组织庞大，我们怎么破了它？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抓住他们的堂主，风浪自然就会没了。五哥，先找到他们的主子宁王，这样会解决得更彻底一点。哎呀，可把我给气的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还是我们家燕子比我想得远呢，就怎么办？那我让弟兄们去告知天通帮主和包大人吧。哎，行了，燕子，不要再操心了。丐帮的弟子已经给你安排了一个养伤的地方，你等着我。这次血盟会给我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，我一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去，去，去！谁呀？谁呀？这大清早的哟。白少侠，你好，你好。去禀报王爷，就说白玉堂求见。不巧啊，王爷去京城了。您要是有事儿，您告诉我，王爷回来，我给您转告。我们都快成土豹了！呸！你个乌鸦嘴，把我们几个跟死去的联系在一起，你晦不晦气啊？你赔什么赔？看什么看？我说的不对吗？父王有句常说的话，叫被动的等最容易出问题。哼，这不被你主动把人家给追丢了吗？你说话能不能讲点良心？这次追白玉堂，我们火堂损失最惨重。得得得得得，我也押上了全部家底儿。白玉堂去了龙山寺。嗯，老虎，你还想单独行动？你还没吃够亏呀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抓住白玉堂，为我的兄弟们报仇。哎，老虎，为了避免人员再受损失，我建议我们这次一定要一起行动。还有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这次谁要是单独行动，坏了大事，我金钗第一个不答应。哟，你以为你是总舵主啊？关我屁事啊！哼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一定要抓住白玉堂，将他碎尸万段。嗯。哼。五弟，他们一定有难处了。马上飞鸽传书，通知洛阳分舵的兄弟们到龙山寺相助，还有，立刻派人去开封府通知包大人。是，一切听从帮主吩咐。嗯。白玉堂。
野神啊！你到底是谁？怎么血盟会的人打招呼都是一个德行？啥？什么一个德行？酒色之徒啊！白玉堂，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呀！老子要不是大爷，我能被你抓着？你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别在这儿给我嘴硬了。告诉我，金钗木鱼在什么地方？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过来。小子们，哼！那好。你不说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。哼，金钗木鱼在什么地方？你个死耗子，我就不告诉你！你还松开，放开！别！别他！别他！别他！放开！别他！你要成为死老鼠了，我的人来了！五爷，我们是天童帮主派来的。五爷，江皇来迟了。不必多礼，诸位，快请进。走，黑帮兄弟们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了，走了，走走，快走！白塔，你，火狐，你已经看到了，你的救兵来不了了，希望你将功折罪，说出木鱼和金钗在什么地方。你只要怕我不死，我说。金钗和木鱼在城外的将女庙。火狐，
你坦白我仁义，但是你的生死不在我这儿，在开封府包大人那儿，就让包大人来对你进行评判吧。钦差莫云，对不住了。火狐，江湖不只是讲的仁义，更讲的是人心和正义。真心希望你能过得了包大人那一关。江舵主，把火狐押到开封府吧。好，走。江舵主，押送火狐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呢。放心吧，五爷，要不要再等一等？开封府那边应该有消息过来了，如果斩护卫他们赶来，胜算会更大。兵贵神速，有丐帮兄弟帮忙，我想来一个出其不意，抓住木鱼和金钗，给宁王来一个敲山震虎。可是有劳江舵主了，快去吧。五爷保重。保重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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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走。这火狐一去，只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像他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，那是一定的。不过我就怕他败露我们的行踪，所以我们还是得提前准备一下。嗯，您说的有道理。穆堂主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。据说你很擅长布置机关，能不能带我瞧一瞧？如果火狐出了事儿，你我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不过对付白玉堂，咱们必须一条心。不过你放心，盟主之位我不感兴趣。那还不带我去看一下？走。包大人，白五爷有难，请派人速去洛阳相助。公孙先生，看来是我的江湖之道害了白义士啊。不知白义士现在如何？白五爷一向足智多谋，定能逢凶化吉。这次只是对宁王身边的人估计不足，才陷入了被动。白义士虽然武功高强，但是猛虎架不住众狼啊。速派展昭赶往洛阳，避开宁王府，调动洛阳捕快，再逐展昭，巧用丐帮，一定要剿灭血盟会。是。这是我专为锦毛鼠准备的。堂主，怎么样？禀告堂主，白玉堂带着一帮人到山门口了。嗯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收拾白玉堂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白玉堂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你们血盟会对我从来就没有客气。呀呀，you
白玉堂，能耐呀！我若不用假扮诱你，又怎能擒得住你呢？这是专为你做的捕鼠笼，专为你这只锦毛鼠。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吧，等我把外面的事儿办完，再回来好好收拾你。 金姑娘，你这是干啥？抓人的时候见不到你的人影。有你就够了，我这样躲着可以迷惑敌人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屋里说，非跑到这荒郊野外的。庙里耳目众多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就你们这姑娘家事儿多，这不就是商量白玉堂归谁的事儿吗？还回避个啥呀？哼，那你的意思？ 白玉堂算你的了。哎，你看这地盘是我的，人是我抓的，你说呢？那总舵主这个位置，你也是坐定了。姑娘还有什么想法吗？白玉堂算你的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嗯，不杀白玉堂，你我人头不保。杀了白玉堂。 我们人头也未必保得住。如梦令在，但父王不在。你是说，有人背后捣鬼？这个我不确定。不过你想，自父王寿辰以后，我们谁都没有再见过他老人家。父王不是去东山祭祖了吗？你想，如梦令，再加上一个总舵主，这又或是啥？ 金姑娘，你好歹是读过书的，这件事儿，如果你都没解的话，我就更没解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总舵主是父王的一个棋子。我们几个人直接听命于父王，不过最近，父王并没有跟我们谈过要换总舵主一事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几个堂主面和心不和，但是为什么？ 要让我们争夺总舵主之位呢？你是说，有人看我们不顺眼，让我们几个互相残杀，并和他人血拼？那就更别说白玉堂、开封府、丐帮这些强劲的对手了，我们绝无胜算。所以，咱背后有陷阱啊！火狐已经陷进去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绝不能再陷进去。 我马上回去找总舵主。白玉堂怎么办？先关着，最保险。嗯。这展大人什么时候来的？等多久了都？哎呀，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兄弟们，展大人来了！展大人，兄弟们，展大人，快跟我说说，有什么进展？是。 知道我来了。玄门会的堂主就属你最聪明。做事不像土豹火狐那样冲动，不动脑子。说实话，钦差，我欣赏的人就只有你一个，但我最讨厌的人也就是你一个。我之所以欣赏你，是因为你精明能干，做事有章法讲条理；而讨厌你，也是因为你有时候太过于精明。 我知道你想问关于总舵主之职和如梦令的事。王爷在赴京之前就已经将血盟会托付于我，发布如梦令也是王爷同意的，为的就是赶在王爷回府之前将白玉堂欠我们的拿回来。至于总舵主之位，也是因为我萌生退意。只要你们这次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，让我和王爷有所交代，我对你们的承诺。 就是让出总舵主之位，所以现在你更关心的应该是和穆堂主怎么样把白玉堂的首级取回来。
你离总舵主的位置也只是一步之遥。金堂主听令，如梦令一发不可回头，你速去江女庙取回白玉堂首级。老鼠，关在为你特制的铁笼里，滋味如何啊？挺舒服的。哎，你们另一位堂主金钗怎么没有出现呢？要不要把他请出来，咱们当面聊聊？哼，一个阶下囚，都要死的人了，有什么好聊的？江湖中传说，金钗是血盟会堂主里面最聪明的一个。现在看来，果真不假呀！你呀，堂主，展昭已经到庙门前了。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，先出去和展昭会面，另做打算。堂主，是不是有人来救我来了？怎么样？是你放了我呢，还是我自己出来呢？你休想！看来你是真不了解我呀。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还能长了翅膀不成？别看来了几个救你的人，想出去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之所以待在这儿，就是为了等金钗出现。我现在想出来，那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更多的人流血。我在庙外等，等你和你的人出来自首。你，白玉堂，想逃出江女庙，门儿都没有。有门没门，你自己想想吧。五弟，展兄，五弟，让你受惊了。没事，展兄辛苦了。你们两个翻过后山去找总坛，让金钗赶紧过来支援。嗯，如此慌张，为何？寺庙被展昭和白玉堂包围了。展昭和白玉堂，怎么回事？展昭带了很多人围攻寺庙，白玉堂趁机从寺庙逃了出来，两人联手把寺庙给包围了。穆堂主让我们找您支援。走，我们立刻回总舵。哎，是。展兄，嗯，王爷去了京城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他去京城干什么呀？奉圣上的手谕去祭祖。祭祖？嗯。去多长时间？大概十天左右。十天？血盟会的如梦令追杀我的期限也是十天，看来是算着王爷的时间来的呀。你是担心血盟会的幕后有人在捣乱？血盟会的几位堂主我差不多都见了，这几个人都是王爷忠诚的死士，王爷对他们有恩，他们求报，不像是有野心的人。武帝的意思是，要么
就是我还没有见过面。据说，是极有野心的金钗一手策划的这件事，要么是另有其人在幕后设一个大局，让你我和丐帮卷入其中。那武帝，你有何打算呢？静观其变。是。总舵主，您现在作何打算？在江湖上不怕找事的人，就怕爱管闲事的人。因为找事的人通常都没有什么真本事，而爱管闲事的人都很有能力。白玉堂就是这种爱管闲事又非常有能力的人。白玉堂不除，必坏王爷大事。可是白玉堂现在已经逃出来了，和展昭联手为寺庙，怎么处？我让你假意投靠白玉堂和展昭，趁其大意将其毒杀，然后你回血盟会接替总舵主之位。那木鱼怎么办？放弃木鱼，找个机会把江女庙的破绽泄露给白玉堂他们。你什么你？成大事者，至亲者可杀。好好收心做事吧。投靠白玉堂的契机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那要是我不按照您说的做呢？你叔叔金亮和堂妹金花，为感谢王爷，已在王府做了义务的画工。要不要我带你先见见？杨天剑，你太无耻了！我再说一遍，自古欲成大事者，至亲皆可杀。张大哥，五哥，担心死我了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已经无大碍了。对了，这位是叶青姑娘，我的救命恩人。叶姑娘，谢谢你救了柳燕。白大侠，举手之。叶姑娘也受伤了。她是为了救我受伤的。叶姑娘，快坐。现在这里不安全，先把叶姑娘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展大哥，叶青的家人全都死于血盟会之手，他与血盟会有血海深仇，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报家仇的。你说的是洛阳叶家灭门案？没错，叶青就是叶成云的女儿。展大侠，哎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。叶姑娘，不要这样，赶快起来。叶家庄被灭，我们全家死于血盟会之手，我一定要铲除血盟会，为我们全家报仇。哦，叶姑娘，请起来说话。展大侠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死也不起来。如果展大侠不答应我，那小女子只能以死明志。哎，叶姑娘，叶姑娘，我代展大哥答应你，起来吧。快请起。来，坐。来。有人看我们不顺眼，让我们几个互相残杀，那就更别说白玉堂、开封府、丐帮这些强劲的对手了，我们绝无胜算。叶青姑娘，你的方子还真是有效。我父亲叶成云，人称回春子，我从小跟着他，自然也学到了不少。多谢了。
举手之劳，只怪我武功太低，不能血刃仇人。刘姑娘，下次你们去攻打江女庙的时候，一定要叫上我，我要亲手杀了他们，为我的家人报仇。叶青姑娘，你有血海深仇，我能理解，但是江湖恩怨，打打杀杀是永远没有尽头的。我和五哥都已经有些厌倦了，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和他一起归隐山林，找一个世外桃源，放马牧羊，采莲耕种。真羡慕你们。可是我家仇未报，什么也不敢想。会好的。对了，柳姑娘，我小时候跟我父亲在江女庙周围采药的时候，知道有一条捷径可以通向寺庙。真的？嗯，太好了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五哥和展大哥。嗯。跟上，快点，快！叶姑娘，这次多亏了你。我也是替自己报仇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手刃几个血魔会的人，为自己报仇。你还是先问问哪个是你的仇人再说吧。嗯。不好，那应该是血魔会的人。别怕，有我。我们快去和白大侠还有展昭他们会合吧。好。四个堂主，三个已经归位，此事基本上已经稳定了，五弟，你也累了，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据说，金钗是个女流之辈，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野心。女的？那救柳燕的叶姑娘，会不会是？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叶成云的确有一个会医术的女儿。哦，展兄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。有什么不对劲儿？你是不是担心王爷那边有所怪罪？现在还不好说呀。报！发现一伙人正向庙门走来。杨军师，哼，杨军师带这么多人来，有何贵干呢？哼，这位是我们血盟会总舵主。总舵主，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杨军师竟然是血盟会的总舵主。失敬失敬。哼，杨总舵主，你今天带这么多人前来，究竟是为何事？白玉堂，别装糊涂了，你对我们血盟会做了什么，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倒是你应该问问你们的血盟会对我做了什么才对啊。白玉堂，别再狡辩了，聪明的话把我两个堂主交出来，让我和王爷有所交代。杨天剑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？要给王爷交代，那也是我白玉堂给王爷一个交代，不用你来插嘴。哼，好你个白玉堂，什么时候口气都是如此狂妄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有机会再去见王爷了。对不起了，柳姑娘。真是给我惊喜不断，想不到叶姑娘和他们是一伙的。
实不相瞒，白大侠，我就是血盟会的金堂堂主，赶快命令你的手下把刀放下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金钗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你敢动柳燕一根汗毛，我就让你的血盟会以及你的杨总舵主，包括你在内，都出不了江女庙。白玉堂，你以为我是吓大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，识相的，你自行了断。不然的话，就是鱼死网破了。五哥，不要管我，快杀了他们！住口！赶快把柳姑娘放了。金钗，白玉堂若不自尽，马上杀了柳燕。展大哥，不要管我，快杀呀！把人放了，杀！动手啊！赶快把人放了。好了。杨总舵主，你不就想让我死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我死之后你必须放了柳燕。这个没问题，江湖道义嘛，我还是懂的。那好，你们打算让我怎么个死法？那还不简单，吃了他就一了百了了。五哥，不要啊，五哥！金堂主的毒药，江湖上早已闻名遐迩。五弟，杨总舵主，你可要信守你的诺言啊！什么？谢王爷。白玉堂，我听说你把血盟会的干将都抓了。王爷，你也太高估我了。是你的人正在毒害于我。我的人在哪里？都在庙堂里面。哼，谅你们也不敢造次。王爷，如果你的人对我造次怎么办？那就按江湖之道，公平处理。那好，那我就帮王爷拆解拆解。王爷，依我看，金木火三位堂主都是直爽之人，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想利用血盟会总舵主之位来诱惑他们，导致他们不和，并且让他们相互猜疑。这个人是谁？你的军师杨天剑。嗯，王爷，天东帮主告诉我说，是你的手下将你推到不义之地。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个不义之法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我们截获了你的军师联络西夏结盟反纵的证据。杨天剑，你作为王爷的军师，血盟会的代理总舵主，不好好的辅佐王爷，从中挑拨是非，结合外邦反纵，你居心何在？
心何在？你们可知道，我的祖辈是当年跟随太祖皇帝征战南北的大将军，为大宋基业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，逼我祖辈交出兵权，立下遗训，家族后人不得习武，不得与朝中为官。这对我公平吗？白玉堂、展昭，你们心中都有自己的江湖梦，可以行走江湖，而我呢？我这一生还能够有何作为？我在王爷身边十年卧薪尝胆，为的就是借助王爷之手搅动时局，等的就是今天能够拿回我应得的一切。哼，今天你再也没有今天了。自古就有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，我十年谋略，精心策划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现在想来，还是王爷当初您说的对，被动的等，永远等不来自己想要的。如果我有你们的一身功夫，我也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天要绝我杨天剑，我不甘心。快快拦住他。五哥。五弟，五弟。五哥，都指望不上，还是我的燕子好，一直陪着我。生死刀剑几人安回，唯有梦里一缕容颜，绝世华丽别如何誓言，相逢几时奈何两
窗沿，朦胧中声音如风如雨心间，生死刀剑几人轮回，唯有梦里你容颜，却是花离别如何是几时奈何两边，红尘醉。